嗨，大家好，新台后小编好不容易包台成功，经过几轮快投后，赖鸟和顾拉多首次双大图，我们来选后出的顾拉多，看会不会先抓下他。哇，小草感觉没机会，五一配，中间球，逃跑了。打了几场后，五星都躲起来，选了四星怪力草喷土呆龟，结果拉鸟就出来了。超级球，这只大鸟感觉很难抓，那鸟连续出大图，顾拉多躲起来了。对战很多次还没遇到双五星，五四配，精灵球，秒爆，额外对战第一次双五星。又是精灵球，因为三只五星卡盘，决定再次怪头，看有没有机会草喷。第七道终于有一张四星，闪亮亮大果树，哇，果然草喷了，是战斗多场的伊培尔塔尔。因为已经打完两条，确定是后面有裂空，所以小编继续快投，加快裂空入盘。竟然又草喷了，原来是达克，怎么不是库拉多呢？呵呵，哈，还有一只达克在里面，裂空应该已经入盘了，三一星可以拼个交换机会，三星逃跑，省了三十块。有交换机会，哇，今天大树不骗人，交换到裂空的，好感动，圣库拉多的哈，
还是没有真精灵球之力呀、啊。因为补卡两百张已经快到全部打完，所以势必要把前面的库拉多给拿下，继续快投。大家千万不要轻易随便快投，不然就会有这样的惨剧，哭哭。有闪亮亮果树，有机会哦。呵呵，库拉多终于草喷了。后面还有雷吉奇卡斯和达克基格，精灵球之力基格大图。伍思佩，超级球逃跑了，因为还剩没几张，最后决定清盘。这部影片抽奖五星裂空座是 Tony 欧巴友情赞助，非常感谢。最近他欧气爆棚，小编祝他天天大草大岩石，草喷前辈首推大师球。基格先草喷，再是雷吉，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包台之旅。别走开，后面还有抽奖影片哦。我们来抽电树木，恭喜请得奖者，三日内私讯我们的 FB 粉专，未联络者视图放弃中奖资格。